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，大家好！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。今天的主题是《见思惑业苦》第776集。我是维智。经文：雷兽憔悴，粪土成粪，污秽不净。经文啊，昨天也已经讲了，上人继续啊，花两三天的时间深入经文啊，让我们来更深刻的体会。那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穷子啊，他身体很瘦啊，有没有精神很憔悴啊？那因为除粪的缘故啊，当然全身脏兮兮的啊，这有粪啊，有土啊，都沾满了衣服啊，身上都是很脏的啊，污秽不净啊，这是字面的意思。就法的意思，雷兽就是他没有法，营养不良，法的营养不良啊。憔悴呢，就没有福德。福德不具、哦、那粪土成粪呢，就是烦恼很多，见货失货、哦、尘沙货一大堆。那污秽不净呢，就是在五浊恶世里面、哦、这些痛苦很多，苦很多，然后这个相、哦、不好、哦、等等。所以这个是、法的意思。那我们来看上人的手札。生死相续，由惑业，由惑造业受苦，发业润生之祸，能感后有诸业所牵纠缠，难脱生死，唯除烦恼垢污尘沙净迹。这是指一般的，前面这三句都是在讲凡夫了。凡夫就在生死轮回，生死相续就是生死轮回，在生死中不断不断的轮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惑啊，疑惑啊，那无明惑就无明，你就造业，造业你就受苦，受苦呢啊，这个业呢啊，又再长出一新的业啊，就好像会生，就好像病毒会传染病毒一样啊，就不断的生出来啊，那一直长很多啊，那你也只好在这个生生死死当中，就生生死死都是这样受苦啊，就纠缠不清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永远不能够脱离啊这个生死轮回啊的这个宿命。好。那只有怎么样呢？只有行菩萨道，把那个烦恼垢污全部除尽了，像你的见货失货、尘沙货、无明货，通通除尽了，哎，你就出生死啊，六道轮回都出来了啊，等等，好，就这样。那这一段手札是在说明什么？说明众生的病症跟病因呐、啊。我觉得上人为什么花这么多天来讲，就是说，除了看到表面的病症啊，这些受苦的苦相。这些问题以外啊，那病因是什么也要找出来。你看今天还讲到那个传染传播，因为最近刚好疫情嘛，很像这个你看病毒会传染啊，那这种祸业也是一样，发业润生之祸能感后有，它也是一直传下去，病毒也要找宿主传下去，这个一样，那你就这样一直传一直传。所以我说这是病因啊，了解造成心病的原理，就是整个原理上的都跟你讲。因为佛陀就像一个大医王，他要这个出现一世啊，就来到娑婆世界啊，一大世应该出现一世，他为什么要来教众生这个菩萨法，对不对？对治众生的心病啊，所以这些原理我们都要知道，这样才可以避免这样不断的啊感染下去啊。来看上人的开示。一念心啊，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生生死死，就是生来死去，死去又生来，有吗？那是在讲两个事情，一个是在生死轮回，生来死去，死去生来，这是在讲生死轮回，六道轮回。好，那这一念心就在讲什么？其实我今天有很大的感触，待会会有个图，今天有好几个图，就是一念心就是这个因啊，基因啊啊，就很像那个基因遗传学啊，或是那个基因里面有 DNA 嘛 ，RNA 这些，哇，就是病毒的那个。你看病毒会传染也是这样，那你这个业会这样传染也是这样，所以这一念心是源头啊，一念心就是你会在生死轮回受苦的源头。这个人生想彻底来啊，把它想清楚啊，那像这样忙忙碌碌无所事事，像这样的人生又有何价值？所以上来要探讨说，一个说，你会在生死轮回，一看，不只要活啊，还要什么，活得有价值，要不然你忙忙碌碌，这样的人生不是没有什么意思吗？而且你看，
你有时候人跟人之间还会冲突啊，还会怨恨啊，还会不满啊，等等，还有更苦的，万一你生了一个大病怪病，或是残废残疾等等，那都是很苦的。那所以我们难道不想要这个如何彻底了解，要怎么样才让我们来去自如，让我们有选择的人生？我们难道没有这样想吗？要学佛就要这样想。那这个让我想到这个医学哲学跟这个佛学的不同，待会来看下一张图啊，这一段一起看完再来看那张图。这样想，难道只要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你想了之后了解了，有没有赶快去找出一条路？这条路要如何走才能达到生死来去自如？所以不只要活，还要活得有价值，还要活得能够生死来去自如，这境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上人他讲得很清楚，要好好去找出这个生死相续来来回这条路。你不是因为业力牵引在那边来来回回啊，而是我们可以趁愿再来，对不对？之前讲过了，那要怎么走？那一般凡夫呢，他是由这个祸造成的，由祸造业受苦，所以他就在生死轮回，因为不断的感染，不断的传，他传的因都是恶因嘛，恶因业，恶缘恶业啊，就这样一直传下去。因为祸就是无明，那无明呢，就造了很多的这个不好的缘啊，又不好的业，就这样啊，一直下去啊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的现在与未来，这辈子与下辈子，我们要如何交接？有没有看到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很重要啊？因为这句话就是有轮回，因为人真的是有轮回啊。好，那生命跟生命的交接啊，就像那病毒跟病毒的传续，一只病毒它要找到宿主，然后再把它传给别人，它这样一直传承下去。人也是一样的啊，它是这样啊，一辈子跟一辈子的 life 跟 life 啊，你一个生命跟一个生命的交接啊，一代跟一代的交接下去。所以这就是什么生命科学啊。如果是医学来讲，我就因为最近刚好疫情嘛，就了解各种疫苗的一个作用，所以就去看啊，听了几个影片，又找了很多资料，总算把什么这些原理都弄懂了啊 ，DNA、RNA 啊，以前不太懂啊，现在稍微有懂了哈。那佛学它跟它是相通的，因为生命科学在探讨什么？探讨的是它的基础就是什么？基因跟染色体，染色体里面就有 DNA 啊 ，DNA 还透过RNA 的作用等等啊，他们是互相作用的哈。这些那这个在佛学上，这一念心就是 DNA 啊，或是 RNA 的作用啊等等。所以这一段啊，这因为这比较深，因为你要把生命科学弄懂就不容易。我最近有花一些时间把它弄懂了。那这个那要跟佛学衔接的部分啊，也开始在思考，已经有个概念。下次完全弄懂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分享，我先提出这个点啊，来跟大家啊做分享啊。那上人今天这一段前面第一段的开示很有趣啊，那就让我想到说医学哲学跟佛学啊。医学他探讨的是什么？让你活下去啊，你生病的让你好起来，医生医生嘛，他们有医生说以前都只懂医生不懂得医死啊，他不能把人家医死，但是其实生死是轮回的啊。那这个好，那医学是让你有病的时候健康起来啊，恢复健康活下去。好，那哲学呢就探讨说要怎么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啊等等啊，活得快乐活得幸福。好，那这是哲学。那佛学呢，当然前面这两个是基本的好，但是还要让你什么解脱生死来去自如，因为人有生死轮回啊，那怎么在生死轮回当中解脱生死来去自如？哇，这个是佛学，佛陀他有很好的见解，他大彻大悟之后就了解的就这些道理，要教给我们。但这不太容易懂，就跟那个这个遗传学、免疫学啊、生命科学啊，真正懂的也不多啊。因为那一段以前对我来讲也是有点难啊。对一般人，什么 DNA、RNA， 刚看到那些结构啊，最近有把它稍微弄懂了啊。好，那有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，希望能够完全弄懂，而且可以跟佛学完全接轨啊。因为佛学其实是超越这个部分的啊，那慢慢的大家理解出来啊。好，那我就再画了一个图啊来讲这一段啊。上人这个昨天讲了啊，经文昨天有带到啊，今天会再更深入讲啊这三句啊。那他
之前昨天是从这个烦恼惑造作业啊，还有这边啊开始讲，啊一直讲到解脱。那今天又讲的比较细的，就是烦恼惑的前面是一念心，有没有？这一念心很重要，就 DNA 啊。所以 DNA 这个概念啊，哇，这个超重要，这个业识的种子啊 ，DNA 这很重要。就从这讲是对的，因为这比较深，所以上了分两天讲，他不敢一天讲。你先说哦，烦恼惑会造作业，昨天不是有这个图吗？哦，还会受苦难，那感后有哦，那你就难解脱，就会在这个。所以上人前三句有没有？生死相续，由惑造业受苦啊，有没有？那发业润生之祸，能感后有诸业所牵纠缠，难脱生死。我就画成这张图。我跟你讲，这三句啊，如果在医学上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病毒会传播的原理啊，真的。因为昨天前这几天嘛，都刚好在研究这个啊疫苗啊病毒，就一模一样，就很高兴，哎，懂了一些啊，最少一开始懂了，后面还没有完全懂啊。好，但是哎就很高兴啊。那再来上来每次都不是只有跟我们讲凡，因为凡夫，因为今天经文是讲凡夫的病的问题啊，为什么你会雷受憔悴啊？啊，这个粪土成粪啊，啊，这个受了这么多这些苦难啊，这个污秽不净啊，等等，好，所以这个菩萨，那要跟你讲菩萨要怎么，就是你做菩萨你才会解脱嘛。所以你看上来从一念心开始讲，一念心啊，有没有跟他有没有启动你的善缘啊？啊，路人群啊，互相关怀啊，说爱语啊，感恩啊，啊，常常忏悔啊，啊，感恩还不是感恩，是时时感恩，常常忏悔，真诚的心，多付出去造福。啊，就把你的烦恼除掉，对不对？除诸愤恚啊，除烦恼啊。那福慧兼具就是爱的力量。那有这些都做了啊，你心就清净了，就不受人群困扰。好，那最后上来还补充一个啊，更基本、更强的法，很重要的啊。修行啊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要除掉啊这个烦恼垢秽，这是第一步嘛啊。那就有四念处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啊，这样一直做到什么？让那念心清净为止啊，这样就可以什么生死来去之路。所以这样一张图就讲完了。我这些文字有吗？菩萨的这三个框框的文字都是从上人开始抓出来的，上面也是啊。我们把上人的开始复习一下啊。好，上人说，你接受佛法之后，与人的缘要好调整，过去是恶缘嘛，现在赶紧改为善缘，有没有？我这边有没有第一个一念心完了就是善缘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些后面这些白的字啊，都是这个一念心啊，善缘的心、关怀的心、爱语的心、感恩的心、忏悔的心、真诚的心。好，好，所以你恶缘调成善缘，哇，就切换那个开关就换掉，转换啊，你的 DNA 的结构就不一样了啊 ，RNA 的结构也不一样了啊。DNA 很像那个食谱 ，RNA 就是 recipe 这道菜的配方啊，等等。菜的配方就不一样了啊。好，那这个还有剧本，它有两个譬喻的啊，就是说一个是用食谱跟配方，一个是用剧本啊，电影啊跟里面的放映机啊，你的剧本就不一样了啊。好，这个配方有没有就不一样，那做法都不一样，那命运当然就改变，你演出来的戏最后的结果，你人生的剧本写的剧本就改了嘛。所以要改剧本就从这里改啊，从 DNA RNA 就改了。好，就好，那就是这样。所以赶快把恶缘改为善缘，所以很简单啊，多向什么向对方多接近。我刚才是把这句改成关怀，好，说好话我就改成爱语，有没有看到？其实时时感恩，有没有？我写的关怀爱语啊，因为为了字比较少一点，时时感恩，常常忏悔，用真诚的心来对待，就从这个上面的开始接出来的哈。那最后这整个就是说，还有一句，因为刚刚下不去，就最后那一句有没有？这是我们心的清净，不受人群的困扰，这都是要培养的习气。其实整个最后就是变成一个习气，就是你的免疫力啦。好的习气就是免疫力啊，不好的习气就是你的这个业力牵引啊，这些好。那再来唯除烦恼垢秽，尘沙净寂啊，就说你最后这个烦恼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都净了哈，那就是只有一个方法。上来说，既来修行，只有一个方法。就除掉烦恼垢秽。其实我这次刚刚都有讲，好，我只是复习一下：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对不对？回到最初那一念心，
所以发心如初，成佛有内念心，就是清净的心啊，它够厚啊。那身是再到期要精进啊，所以要精进，然后这个记得四念处啊，这样。那另外上人今天有举了很多例子啊，有举的比较大的例子。那其实今天上人啊，待会讲一个师兄精进的例子，那正向的，那负向的他举很多。他本来想说我要去抓两个来举，后来一抓这么多，哇，人生的病啊、病毒啊这些。病态啊还真多了啊，本来还要把它分类了，不过没时间，就这么多了啊。好，那这个我念一下很快就好了啊，因为我最近常感受到说，哎，这些啊在讲某某人，这些在讲某某人，因为我身边就看到，比如说赵玉胜好了，因为昨天就听到啊，有某某人的同事啊，啊他爸爸啊就赵玉胜啊，跟他儿子就相处不好等等啊，很多了啊，就一堆一堆，就非常多。我念一下啊，彼此冲突，啊，这个相互怨恨，啊，这个生活不满足，啊，我从值得念好了，好，老病残废啊，身体懈怠啊，习气很重啊，贪图享受啦，忧郁症爱漂亮啊，好，互相怨恨啊，连怨带恨，为什么这两个不太一样？一个是互相怨恨，一个是这个怨恨记很久还气，顺便带到下辈子去啊，等等，有的是抱怨完就算了，和你或是抱怨的长久不同，好。不合吉就很生气，谈爱睡眠啊，好，在大平林睡觉，或者是就是爬不起来啊，心很急啊，有忧郁症也有躁郁症啊，那有对生活物质不满足，明明就已经很好了啊，或还不错了，可是他还啊有酒有一缺酒啊等等，其实他已经很多了，还缺很多啊。那这个没有结好缘啊，跟人或看人家不顺眼。看人家不顺眼，人家也看你不顺眼，道心不坚固或愚痴无知啊，不自觉等等，就蛮多的。我也是从今天的开始，你看就可以抓出这么多问题啊。那其实还有更多啊，这个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我们自己也要检核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，有的话要赶快找到解药啊。那刚刚是负面的，那正面的上面举了一个例子啊，就慈诚对啊，一位慈诚师兄啊上大爱台分享。然后同仁就问他，记者就问他说，这个师兄你每天这么早起啊，这样你睡眠够吗啊？他说看我们自己的心啊，上人说睡就是一场小死，我不想要死的那么久啊，我每天都想活长一点啊，如果要活长一点就要早一点起来，这样生命才会长啊啊。那这个同仁就说，师兄啊，这样不会很累吗啊？这个他说睡太久才会累，一早起床空气很好，心情很轻松，我自己觉得每天我都在精进，都想到每天都在精进，精神就很好。那还有一早能够听到师父讲经，我就和师父竞争一下，看师父睡比较久还是我睡比较久。这个然后这个讲到这大家都会心一笑。那上来就说离师父这么远，听到他这样幽默，他说天天精进，他心很欢喜，大家都能够天天都能够跟师父啊，这个多找他就多找来比赛看看啊。那这个上人听到说，哎，这是弟子这样说，很幽默，就说好，我跟你比的哈，跟你比赛啊，大家真的也都会心一笑哈。那这个我，那上人接着说，我在说话，你是否有在我面前听？意思说，你不是说说而已，你要做啊，你真的要听，而且我讲话你要真的听懂，把它听进去啊。好，这样这是师徒啊。好，那这个。有这样的例子，师父才会认证啊。那这个正向的例子有几个 key 是非常重要的，一个是精进嘛，一个是要熏法相，要闻法入心啊。再来一个要珍惜时间，这时间要长一点。所以这三个 key 啊，都有一些密码，修行的密码在里面啊。那上人今天这个例子讲精进，待会讲阿昏阿啊，这个啊去三义啊熏法相，不是熏法相，熏那个啊精油的香的例子啊。上人都有讲，我就觉得实在很妙，上人把精进啊、熏法相都有举例啊，都举得很好，而且他有讲说时间，他后面还有开示那个时间长时间的开示那一段也很重要，这三个 key 都有修行的成佛的密码在里面啊，所以上人就把这一段有没有，他这个你怎么样啊，精进啊、熏法啊，然后这个就是解药，除了刚才讲，除了菩萨这边这几个框框以外啊，这个精进啊，你还有熏法啊，还要长时间的修，都要一起来搭配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
那我们来看 昨天的文啊，又以他日于窗友中遥见子身啊。看这个文已经讲了，上来说两天，其实连复习啊就已经三天了啊，所以这个法可见是很重要的啊。我后来想想，也真的是很重要，尤其这次有这波疫情，大家就可以体会，以前是很难体会说为什么这个要讲这么久啊。好，熏法熏修法位立为不足，故曰雷受。好，啊，这个就是你看熏法。熏修法位立为不足，就没有法 啊，就营养不良啊，法不够，那当然就很瘦咯。那缺修福德因缘不具，故憔悴啊，那遇烦恼。那福德不足就是没有跟他结好缘，今天不是讲吗，哎，你的一念心里面要开始转要干嘛，哎，转要去结善缘啊，你就不会憔悴。第一个这个熏修法位立为不足，要什么？要爬起来啊，要熏，要闻法，熏法香，而且时间要长才会，哎，就胖起来啊，法会多起来。那，啊，这个呢，要去跟他结好缘呢，啊，才不会憔悴啊。好，啊，烦恼要把它拿掉，因为有烦恼就当然也会憔悴啊。啊，所以上人今天你看这几天这样慢慢讲，哎，就懂了，懂了，哇，超级重要的。好，那无知为什么？成笨啊，这个恶业啊，你就无知就会造恶业啊，而且不知道啊。所以你看你全身脏兮兮的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多丢脸啊。好，啊，憔悴欲所有见思烦恼未尽除啊，那你刚刚这些问题啊都没有解决啊，这个见或思或都在啊，当然就憔悴啦。内部无常故行憔啊，外遭八苦故悴啊。八苦就是生老病死，有没有？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，有没有？五蕴炽盛啊，这些。好，所以这个都会让人憔悴啊。那污秽欲三界五蕴的苦报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五蕴、色受、想行识这些苦报，苦啊苦啊，有吗？刚刚我不是画了很多问题啊，那些都会带来苦啊，因为你源头就不对啊，所以它后面它会哇一大堆的苦就跑出来啊，这样不净，何耻惑业苦三道啊，皆为不净啊，是为五浊众生相啊。最后你的相当然就是、啊，不好的相啊，就是因为你都还在这些啊三道啊三恶道啦，啊，这些轮回里面啊等等。惑业苦啊，这个生死相续由惑业苦啊。那接下来因为今天有讲到惑啦业啦苦，有没有这三个东西啊，那就是那你因为你有惑有业有苦，就会在生死轮回里面就会有这些现象啊，就是惑业苦。如果你一直在生死轮回没有处理啊，你修行的话，像你证到阿罗汉在走菩萨道，最后就会处理了啊。惑呢，发业论生烦恼名惑，能感后有诸业名业，业所引生众苦名苦啊，有没有？所以上来要把这些。法砍在他的手札里面，开始我有讲过了啊，惑业苦种啊，皆名习气，这很重要，就是说最后就是形成这个习气啊，你会变成一个病呢，还是你具有对这个病具有免疫力呢？啊，就是惑业苦种皆名习气啊，未来有机会再讲这个，因为上人说修行没什么好修，就是修习气，修习气啊，就要懂那个免疫学它，你看哦，原来疫苗有这么多种啊。啊，其实这么多种就是什么改变你的什么，改变你的一念心啊，改变那个 DNA 跟 RNA 啊，哦，现在不是有 mRNA 的这个疫苗啊，哦，它是 RNA 的，那这个 AD 疫苗它是 DNA 的啊，哦，哎，我现在慢慢就懂了啊，哦，RNA 比较大啊，哦，不 DNA 比较大，那里面有啊，透过 RNA、mRNA 啊，啊，哦，或是什么 RNA 等等啊，哦，这些反正，啊，就是你要去改变你的一念心啊，这些啊就会改变啊。那我们来看啊，这个上人的结语啊，各位学佛，我们应该时时啊应该要时时用心，而且要很细心啊。所以不只要用心，还细心啊。常常想到人生很多事情都由不得自己，明明是好事，为什么那个执持好事的心念会那么短？明明知道这是无明，成立于无明的时间为什么要那么长？所以我把这段画起来啊，因为这也是常有这个遗传学的秘密嘛，这个
脱离六道轮回的密码，就是那个时间的、啊哦、你的时间 好的念的时间要长，然后那个不好的念的时间要短、啊、这两个是截然不同。那现在所以上人就很感慨啊，为什么是倒过来，你把它翻转过来，你支持好事的心念时间长，那无明时间短、啊、这样就翻转了、啊、就不会被病毒所侵了、啊、这样、啊、所以永远都是一念好心起，那很快的、啊、念头又被淹没过去，这个是凡夫、啊、那倒过来你就是菩萨了，一念精进开始、啊、那如果又被烦恼散漫淹没掉，你还是凡夫，那把它翻过来你又是菩萨，你就可以成佛了、啊、所以我最后再画了一张图、啊、来把上人这段开示、啊、再把它做个收尾、啊、就是行菩萨道你要对准方向、啊、对准方向、啊、上人一直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，有没有、啊、那对准方向，再来要长时间保持正念心，有没有？刚才那一段就这一段的开示，你不要小看这个，这个超级重要、啊、第一个方向对，第二个要长时间保持正念心都不偏差、啊、那这个有偏差的时候会赶快修正回来、啊、那就要什么，你过程当中要有燃料啊，要前进的燃料，要精进啊，要熏法 才不会受啊，对不对？还入法要入心啊，好啊，入行就要去跟他结善缘啊，好啊，虔诚就是有免疫力、啊、这些和合就是不会被感染，就是说为什么上来后来提到待会下一页啊，说哎，你因为有入群去啊，团队你有群体免疫，或者说你不会被这个，你都跟善知识在一起啊，都很和合，好，那就不会被人家传染恶的共共共看起了啊。来看这个啊，所以这样这刚刚那张图很重要。他说吃这么多苦啊，要如何解脱？有没有上人叫我们解脱之道？所以要将这个法熏法，有没有？这个法不断的法相要入心，有没有？好，要用心听，要精进在这个康庄大道上。我把这些话都融成刚刚那张图，有没有？不要再偏差掉，好，要用心，要整齐啊，这样就很美啊。那光是看到就很就觉得很虔诚。他说虔诚是学佛根本，之前就讲过，大家要和睦，所以这个和睦就是说你不会互相感染啊，大家都戴口罩，就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别人，或大家都是好的啊，都是有好的这个免疫力，我是 把好的这个啊传给你，而不是把不好的传给你等等，对不对？不好的我自己就 stop 停下来啊，就不要把它传播出去，传播出去都是好的。那 六合合就是这么的美、啊、所以这种虔诚和合就是很美、啊、所以我们要时时保持正念心，时时要多用心。所以其实这结语是把它拆成两张、啊、字比较大、啊、就是 这张图，有没有？这张图、啊、就是要精进，要熏法。精进它不提慈诚例子的慈诚师兄的例子，熏法有提这个阿呼那去三义、啊、的例子、啊、那这个等等、啊、那你要法入心，要结善缘，要虔诚，要和合，要长时间保持正念心，有没有？那所以上人今天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什么？要时时保持正念心，时时就长时间，所以我们要多用心。希望你今天有把上人这个微妙的法 听懂了，这样我就很高兴，上人也会很高兴。感恩大家，愿做上人的助教，广传净思妙莲华，感恩。